苗栗县后龙镇公所新泰乐工厂今日早顺举行送粮典礼。后龙镇公所应征本案的泰乐本人感天做为了，故所争取的总粮经费来提高。前面得到内政部补助8,000万元，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2,223万元，韩国后龙镇公所其他总钱。总经费总共3,100,000元，为打造新公所泰乐韩国地下停车场，正面都当期待。蔡天凤院士恳奉见证下后龙镇公所新泰乐举行双粮典礼，也初五站楼的建筑用传统式的空间规划，阿伯系苗栗县都提出融合体建意向，各个传统式办公空间的行政泰乐。不同于其他的这一个行政大楼一样，不同其他的一个这一个政府机关的一个办公大楼，那这个大楼会是一个一个非常艳丽非常这个崭新设计的一个大楼。那我相信，那建好了以后，我们的乡亲一定会惊艳。后龙镇公所讲，公所本单的泰乐在1981年启用，到今已经超过40年。本单的结构恶化，2018年平添起危险建筑而加加重建，公所经过申请，迄条会遭得到内政部同交通部补助，正下镇公所泰乐同地下停车场补助来起个新的办公泰乐。只不过也泰乐完工的时间按算得到诶，按业幸福诶，也无多个家己还无经费。一栋大楼好的时候，后面的。整个行政的软体硬体的设备啊，大概要1,500万。我相信我会跟朱秋龙镇长代表会，大家共同努力，把它争取完成。李伟陈朝明答应争取室内装修同办公家具的预算，公所预算差不多的总经费1,500万。各位新的内政公所办到新泰楼以后，工厂的 Q 泰楼会拆掉，各位进行地下停车场的工程，预算救命带做得完工使用，安阳的后龙镇公所办公的功能会较好些。下个新闻总资讯，每日报道。